13 Polo 什么时候能跌到四字头？明年喽，因为到下半年手机的需求量是肯定会增加的。每年呢，其实也都是下半年平板手机涨价，特别是年末更是 happy。 既然排除了半年这个选项，答案就只剩下一个，明年。所以我做出了选择，将近100个13 Polo， 你懂我意思吧？为什么是它呢？第一，金属机身，高档感，质感直接拉满，遗憾就是很重，13 Polo 将近半斤，13 Polo Max 呢又刚好半斤。第二就是它有高刷，目前苹果手机呢也只有13 Polo 和14 Polo 系列有120赫兹高刷。第三，价格合适，像这些 256G、512G、1TB 的都是8000、10000多的东西，而现在通通只要一半甚至不到的价格。说了那么多，我想我的意思已经表达了。